国泰民安庆生平，梅兰菊竹对对虎。哎，你刚刚去打牌来对不对？没有啊，过年嘛，有打牌啊，哦，才有这个气氛。哎，不过我们现在是在介绍节目，我是银霞，小弟康红，我是黄西田。哎，祝大家新年快乐，事事如意。有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今天叫摄影棚我就奇怪，为什么制作人会安排我们三个人主持节目？不过我想制作单位发通告是很有原则的，不过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会有两位俊男在我旁边。哦，为什么好久没有听这个话了。真的，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很有原则，第一，一定要准时。就是说不能迟到早退。对对对。第二，节目要敲定。对对对，不能临时改歌。对，第三，要自备舞裙。哦，意思说不能你独自上场啊。对，第四，要不计酬劳，因为我们制作人他很穷啊。哦，对对对，不能自己抬高价嘛。小气啊，什么穷，有钱舍不得花了。我不好意思说小气嘛。好好。第五呢？第五，还有第五啊。第五啊，好了，不要讲了，已经听你四条，我已经头都大了。有这么多问题，谁敢来上我们的节目呢？那我们不就来了吗？有啊，一大堆啊，现在化妆室哦，急不下去啊，那边。对啊，你刚才说打架就是为了是上节目啊？人多啊，急头破血流啊，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化妆室比较小一点嘛。我刚刚也被打，对，因为我进去要这样进去的。对啊对啊，我一碰到人，人家就打我。对，我们的节目就是以多取胜，因为我们请到了很多很多的歌星。你知道今天有多少歌星来到我们第一棚现场吗？来，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就来看歌林之星，林慧萍、罗吉镇、林婉珍、杨璇、傅杰希、黄明珠、光美之星蔡兴娟、阿威、李明德、白兆美、常赞、新歌之星徐淑娟、林琼龙、陆小丹、叶尚辉、苏来、姚戴伟、大学城歌手吴佩辰、詹玉章、蓝丽萍、李安修、力歌之星韩如、余定、石秋美、甘麒麟、香橙之星李碧华、杨俊荣、龙飘飘、林良乐、田悠然、上魔之星王墨君、罗可君、陆胜华、高胜美、王文轩、可登之星郑怡、曲佑良，还有洪春竹、张静怡、萧麒麟、刘艳荣、钱盈杰、齐飞之星唐娜、王思源、城市少女黄雅明、邝明杰、新人之星 Echo、 张桃桃、季芳宁、于台烟、苏玉贝、杨丽珍、飞碟之星金志娟、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滚石之星王新年、郑华娟、周华健、黄玉玲、红心圆之星大小百合、田心人、王瑞宇以及巨星之星王海玲。耶，各位朋友，以上我们今天节目这么热闹，
很热闹。今天是团体公证结婚的好日子啊！什么公证结婚？那我们特别节目啦！一对一对的新郎新娘，我怎么可以跟这么多人结婚呢？这个不像啊！我怎么可以跟两个男人在一起结婚呢？什么意思？我们结婚，他是花童是不是？不是，我是花童差不多。什么花？各位观众，你一定看到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的特别来宾。对对。接着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什么节目呢？好，来，我们的第一个节目是。是。咚咚咚咚锵，啊咚咚咚咚锵，啊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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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不那个什么舞猫或舞狗啊，我说你这个小朋友就笨，舞龙舞狮代表吉祥，你懂吗？哦，吉祥。接着我们就来欣赏星格之星他们表演的祥狮献瑞。来来来，我们看看这狮头是谁啊？来来来，不错，狮头，狮头，苏来呀！哎呀，苏来呀，你是狮头哦！哎呦，蛮好玩的，我也要玩。你不能赌博。这有个名堂啊！这个什么名堂？这红烧狮子头。你想玩？嗯，我要玩。好好好，你会啊？这个不简单啊，重啊重啊！你是下雨是遮雨是不是？那舞舞看呢？来舞舞看，要动啊！哎，这个来着跳扭扭舞了，好好好，来来，这一段祥狮献瑞很热闹，也很精彩。重啊！来，我们继续再安排什么节目呢？对，你们要表演什么？由星格之星全体，这个带给大家一大串的好歌，祝大家新年愉快，祝大家新年愉快，我们万事如意。
呢真是包罗万象，什么都有，但是呢我觉得就缺少了一点点小调。哦，小调这个我会。你又会啦。你们听着，哎呦喂，我的大姐嘞，大姐你做事哪里不给、哎、对不起，我说的不是扬州小调，我说的是另外一种小调、啊、我知道我知道、那种我会啦，小调。你会吗？会会会。别期待当时花莲港，多多情所为。对不起，你唱的是地方小调，但是我说的小调呢，不是你们两位唱的，因为今天是过年，我们需要一点过年气氛浓厚一点的小调。这个你早讲嘛。接着我们就来欣赏光美之星为我们带来的《唐山过台湾》，还有《刮地风》。《唐山过台湾》去年荣获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算是这一年度来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在新的一年开始，我希望能够演唱更多更好的歌曲，并且有更好的成绩呈现给您。在这里呢，也祝福您新年快乐。现在就为您介绍一位光美之星，台照梅，小梅。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年呢是我这个迈入歌坛的第十年，那么我很感谢大家一直对我不断的一点支持。那么今年我有一个很大的希望，我就是希望说大家还要再给我支持跟鼓励还有爱护，那么我也会写更好听的歌来呈现给大家。那么今天在这边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光美的新星常湛先生。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湛，我是一个歌坛上的新人，我最需要的就是朋友的支持与鼓励。那么在新的一年里，最大的心愿就是交更多的好朋友，给我更多的支持与鼓励。让我们欢迎光美之星李明德。各位观众朋友你好，我是李明德。去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出了一张我生平第二张专辑唱片，当然这要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与爱护。我希望在未来新的一年，各行各业的观众朋友都有非常好的收获。现在让我们欢迎爱突击的阿威。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威。今天非常的高兴跟我们光美巨星我们的同事们在一起这边拜年，因为以往都是我跟我爱突击的团员们一起上过年拜年。今天因为今天我们团员几位都是回国去了。他们都是去过年了，由我阿威代表爱突击团员祝各位新年愉快，万事如意。节目进行到这里呢，
虽然你们两位穿得非常的乡土，但是我觉得节目还缺少了一点点东西。这个我知道。缺少什么？好像节目到现在还没有跟各位朋友们说吉祥话。对，不过我不太想听你们两个人讲吉祥话，就是。你们每次都丢脸，闹亏。就是缺少那么一点点的吉祥话。我说黄西田呢？银霞说我们闹亏。不是，我怕你们闹亏。来。你跟我来表演一段，好，好好的说啊，好，拜托拜托，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在看的，我知道大家都在看我，来注意听了，恭喜恭喜，新年好，祝大家天天吃得饱，吃得饱，他这个叫吉祥话吗？所以我叫你们两个人不要讲，你这个叫废话，这是什么时代，这什么年头了？对呀。哪一个不吃得饱？丰衣足食一定吃得饱嘛。对啊，而且饱的都怕的有卡路里太多，你知道吗？尤其银霞怕胖啊。哎呀，拜托，我刚刚好。好好，那这样好了，我再来换一个。你拜托要有一点程度，因为现在的观众都很有水准的。有，我有一点度。好，再来一次。哎，恭喜恭喜，新年好，祝大家永远都不老。这个还可以，又叫什么可以胡扯啊？那不成了妖精了？那不会呀，我觉得这是我们女人的心愿，都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永远年轻。对呀，对呀，那怎么有什么不对啊？这个有道理，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嘛。对，那你对这个不满意啊？没有，我觉得还可以。不是啊，这个够了，够了。你是够啊，他不够啊。你看嘴巴那么大，还要讲啊？那我讲，再给你一次机会啊，再一次哈，来。恭喜恭喜，新年好，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算多，四个凑一桌，五个来抓赌，判你六个月。好了好了，我说你们两个人会漏气就是会漏气。我们来看看香橙之星他们为我们表演的数来宝。好，让我们欢迎香橙之星。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是大年初一，杨俊荣呢率领了众家的姊妹们来跟各位拜个年，顺便也来说一些吉祥话。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一位介绍李碧华姑娘。恭贺新禧，岁岁月月年年都如意。非常好，第二位小师妹来。祝福各位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就在那一秒，您的愿望都实现，财源滚滚发大财。哎，你们这个还这样子打歌吗？音效刚好一样嘛。啊，接下来第三位呢，是我们林良乐，他今天是副官。啊，林良乐祝福每一位朋友年年有余，然后冷井情深。你这个更离谱了，冷井情深跟年年有余怎么可以连得起来呢？不行不行，换一个换一个。重来重来。在新的一年里面，祝福我们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很好。第四位呢，介绍我们龙飘飘姑娘。都让你们说光了，那我说什么呢？还是让我默默离开吧。不可以走啊，一定要说，不说不行。叫我怎能再回头呢？这个打嗝更凶了。还是让我唱首岁月的歌吧。好的。太厉害太厉害，这个不可以这样子打歌的。好嘛好嘛，那我就用说的啦。在这儿要祝福所有朋友，天增岁月的歌，人增寿，春满乾坤的歌，福满门。这个总是非常的好啊，一方面来说呢，不忘大哥是非常好的。接下来该谁说呢？该你了，该你了。炮竹一声除旧岁，春满乾坤大发财，国泰民安都如意。怎么样？不对，好像跟我们说旧话，新年要讲新话，跟南丫的旧。我刚刚是在替你们做结论啊，当然你们说的很好，可是吉祥话也是可以这个做结论，你们应该感谢我才对啊。那你再讲一个七个字的吉祥话吧。一定要新的。对。阳光歌手齐步走，怎么样？你自己还不是一样在打歌，还跟我们讲？我只打这么一点点嘛，不要这么小气，你们还用唱的嘞？吉祥话说到这里为止，大家都说得非常好。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来一段真正的这个要做比这个才艺的啊。数来宝，谈到这个数来宝呢，各位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字正腔圆。这个该卷舌的一定要卷舌，不该卷舌的各位不能乱卷。蛇知道吗？知道知道。很好，来李碧华。好，我先来。敲锣打鼓放鞭炮，转眼又是新年到，穿上新衣戴新帽，欢天喜地乐淘淘，鸡鸭鱼肉带年糕，
我办的真不少，还有一道请记好，吃的饺子叫元宝，全家大小都动员，里里外外都清扫，春至福至倒着贴，开春求个好预兆，好预兆。正月初一到十五，家家户户都忙碌，有的忙着送老虎，有的忙着接玉兔，千万记得别迷糊，鲜花蔬菜来祭祖，新年假期要开心，但是不能太离谱，过年千万不要赌，因为十次有九输，劳民伤身又破财，你说这样是何苦，是何苦。过年大家都放假，急急忙忙赶回家，人多车少难买票，野鸡黄牛把客拉，过年购物十几家，五折七折大减价，流动摊贩生意好，可是就怕警察抓，大鱼大肉甜酸辣，五味俱全带油炸，餐餐都是鸡和鸭，吃得肚子要爆炸，要想提神助消化，饭后最好来杯茶呀，来杯茶。今天正月是初一，家家团圆在一起，大人忙着送红包，小孩乐得笑嘻嘻，亲朋好友来相聚，又宰猪来又杀鸡，不管是否认识您，见面先说声恭喜，电影院里真拥挤，你抓头发我扯衣，奉劝大家不要急，小心口袋的新台币呀、啊！新台币，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各位姊妹都非常的好。现在呢，该大帅我来了，大帅，今天因为我是大帅啊，李副官啊，我的文件呢？文件？哎，什么叫文件？文件准备一下，台词就台词嘛，根本就没有背。我说是文件就是文件，来啊，来啊，听大帅数来宝，来。哎哎哎哎，怎么 A 这么紧呀、啊？李副官拿反了啊！哎、哦，前天回家去过年呀，正在车上抽香烟，有位小姐坐对面，娇娇滴滴是真正点呐、啊。这位小姐好娇艳，高高鼻子脸圆圆，想要上前去寒暄，谁知给我白眼看，是我说的不够甜，还是我长了个苦瓜脸，想来想去为哪件，原来我们不来电呐、啊，不来电、啊、大帅长得这么好，你们后面要整齐一点嘛。李副官，这又是你的错了，公文要拿好一点啊，大帅看不清楚啊，最好是把公文背起来好吧。好，最后面呢给各位一个机会啊，这个众姊妹们呢，你们的过年红包就看这一回了，给你们一个机会跟大帅一起来这个数一段数来宝，怎么样？好，勉强。对，真给面子啊，不可以这样子，你是副官啊，开始了。今天我们数来宝，希望节目很热闹，恭喜大家发大财，年年招财又进宝，又进宝。听完香橙之星的数来宝之后，我们该换个胃口吧。继续为各位安排的是可登之星红唇族为您表演贺新年，我们一起来欣赏。哦，他们过年了。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们的表演。接着可登之星，你们要表演什么呢？继续可登之星啊、要我们拜年了。哦，拜年。从这边，从这边开始。哦，从最大的是不是？来，自我介绍。各位观众好，我是曹俊宏，祝各位新的一年万事如意。很好。大家好，我是红尘族钱盈杰，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发大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宏志。祝大家心想事成、大家好，我是单身。不必了，不必了，从那边开始组吧。我是单身贵族，要为您介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红唇族刘艳荣，我祝各位观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大家好，我是红泉族萧麒麟，祝大家新年愉快。大家好，我是曲月王，愿您今年日有新意，岁有新象。我是红泉族张静怡，祝大家一年比一年更好。好，相当的正式，是好正怡呀、啊，该你了，来了。我是正怡，祝福每位朋友每天的日子过得快乐，做您想做的事。嘿，好听。我是陈富明，愿大家都发财。谢谢谢谢可敦之心为我们带来的拜年吉祥话。接着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一出戏。叫《新西厢记》，有没有听过、啊？这个戏各位都看过了，对，很热闹的，很古装的，对不对？对。哎呀，不要说看过了， 知道这个戏大部分都是我演比较多、啊。哦，你演、你演什么？反串呐、啊，反串那个五娘，陈三五娘嘛，我演反串那个女的啊。陈哥儿哎呀跟真的一样是哎你听清楚银霞说的是这个陈哦对对我知道就是那个是五娘、啊、五娘不是五娘对了不是我不是演那个五娘啊、我是演那个祝英台哦还王昭君了哦，对，王昭君呐、啊，王昭君，我还那时候我记得还拿着吉他嘛，啊，叮叮叮，拜托，不是啦，琵琶，啊、哦，那叫琵琶，琵琶，我演那个王昭君，我们来介绍，对，我们一起来欣赏《同心圆之心》还有《巨声之心》他们的表演，让我们欢迎王瑞瑜、王海林、田西仁以及大小百合的演出，现在请您慢慢观赏，精细详情。今天我演的是王莺莺。各位好，我是大百合，我今天演的是大莺莺。你看我像吗？恭喜恭喜大家新年好，我是小百合，今天演的是小莺莺，他们说我像的。各位朋友新年快乐，我是田西仁，我今天演的是田莺莺，当然我是一定不会像的了，对不对？美国来的。奇怪了、我们的王小生怎么还没有来呢？是啊，奇怪了，怎么第一次约会就迟到了呢？就是说嘛，说着说着就来了。1 2 3 4 4 3 2 1，哎，不对呀、啊，是不是我的隐形又该换了？1 2 3 4，哎呀，四个，讨个四个老婆，合法吗？伤脑筋啊，怎么办呢？啊，对。这童话故事里说啊，这个嗜血可以找到自己的新娘的，不妨试试。哦，这四位小姐真营养啊啊！怎么办呢？曾经啊，这个红娘大姐啊，替我安排云英小姐啊在后花园相会啊，可是云英小姐太害羞了，只愿意跟我对唱，啊，不愿意让我摸她的小手。现在只认其身不认其人呐、啊，怎么办呢？那你可有信物？信物啊，信物没有哎，怎么办？怎么办呢？哎，曾经，哎，各位，曾经英英小姐曾经跟我在月下对口。啊，好恐怖！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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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我绝对不会做那个事情的。对唱。吓我一大跳，吓死！可否请四位小姐，各唱一曲啊，啊，让在下和。好啊，没问题，还可以相认呢、啊。好啊，首先让我王莺莺来唱一首歌。
是否更喜欢我，多了一份温柔，也多了一份成熟，像不像啊？声音太粗了啊，换我了，两位啊，是多么的香，秋天的月是多么的亮，好美，少年的我是多么的快乐，美丽的她不知怎么样，春天的花微风春开放，秋天的月介绍的是古今七大美人，不是我呀，请看。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陆胜华，我今天饰演的是台湾的麦黛娜。最近感冒了，因为肚子吃到风，没办法嘛，谁叫女人天生就是爱漂亮。啊，
要去参加舞会了，拜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高胜美，今天呢我演的是西斯。唉，累我命苦啊，累死了，整天洗衣服，洗了几千年还洗不完，只怪我们这时代没发明什么洗衣机，你们看你们都有什么婆婆乐海马什么的，而我唉只有我命苦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可君，今天饰演的是王宝钏。那个死没良心的，18年来连一通电话都没有，害我饿得连走的力气都没了。走走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吃的。哦，我找到了，地瓜。地震！哦，刚刚那个什么声音呢、啊？好像有放风的声音了、哦，好像还有毒气哦，有没有闻到？哦，这个味道不大好闻呢。太远。对不起啦，因为我18年来，我那个死没良心的都没有寄半毛钱回来，那我连一粒米都没有吃到，只好每天啃地瓜，看我可不可怜。你就是吃这个，难怪有那个瓦斯哦，赶快搬家。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墨君。哦不，我今天演的是王昭君。你们刚刚已经听了我的主题曲了，我的破琵琶今天没有背，为什么呢？因为我已把它丢了，因为它让我弹得人老珠黄。今天我换了一把新的电吉他，来试试看这个声音如何。大家好，我是王文轩，今天饰演花木兰。就是这么薄薄的一片，使我忘了它的存在，所以我才能够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别躲，耶！知微，嗨，大家好，我是吕珍，我今天扮演的是嫦娥。好不容易等到了兔年，哎，还以为今年可以逮几只兔子进进步，没想到今年流行些什么迷你兔啊，都是一些营养不良的一些兔子，皱巴巴的，哎，真是倒胃。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龙千羽，我饰演的是女娲。哎，你看缝缝补补补了这么几千年了还没有补好，还在漏雨，日子实在过得很单调，还好我有看云的兴致。让我们看云去。哎，奇怪，今天的云朵看起来怎么很像38？莫非？这一次一定会签中，就签38。谢谢。接着呢，我想以唱歌的方式来向大家拜年，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姊妹。恭喜你，王文轩呀，吕珍呀。
家家户户都有贴春联。对，黄玉田啊，你家今年有没有贴春联呢？有啊，我家的春联是我自己亲手写的，旁边还注音符号嘞。哦，那上联是写什么？哦，上联我写支票一张都不跳。下联呢？跳了过年再来要。横批呢？横批有四个字，我写的特别大。哪四个字？拜托，拜托，这叫什么春联啊？自己写的。来，让我们欢迎力歌之行。欢迎你们，余弟你好，跟观众朋友拜个年。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个今年我要祝福大家这个兔年行大运，并且今天我带来一副对联，是梅竹平安春意满，春暖一梨分白雅。春轩碧茂寿元长，秋晨比富庆昌香。谢谢你，很有学问。韩如你好，跟观众朋友拜个年哈。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제이름은한예로불러요새해에는하고싶은일들이소원스럽게잘되기를빌겠어요그리고새해복많이많이받으세요轻口工重重工重重工重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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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是祝大家身体健康，恭喜恭喜发大财。哦，就这么几句话，你说了这么多啊？哦，你们韩国人话真多哦，谢谢你。池秋美，嗨，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拜个年，对，应该的。嗯，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大家新年快乐。嗯，我是胖叔叔最疼最爱的大弯弯，今天我也带了一对对联，我的对联是这样子的。日暖阳光辉宝丽，莺声日暖鸣金鼓，风和暑气矮横门，灵指风和不玉堂。池秋美，新年里你有什么新希望？新的希望啊，我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快乐，当然新的希望我想跟你差不多。什么？我是什么？你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哦，我知道，嫁人。不过你一定会先嫁出去，因为你很有女人味。哎呦，写了写了，我妈妈很喜欢你的。接下来是薄玉梅，跟观众朋友拜个年。宁小姐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薄玉梅，祝大家新年快乐。我带来一副对联，瑶草奇花仙子宅，松柏漫房双作度，暖风晴日野人家，芝兰欢喜路为恩。谢谢你。冰淇淋小姐。没有，是甘淇淋啊。音响你好，还有亲爱的观众朋友新年快乐。我是甘淇淋，我今天带来的对联是喜见玉梅辞旧蜡，一泓秋水余清气，还其绿柳染新衣，满室春风散异香。嗯，好极了，我发现力歌之星都很有学问。接下来是五等奖的得主，你的名字很特别，你自己介绍一下好吧。好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范江群艺。今天也带来一副对联，四海春风随处好，家乡誓言无疆庆，满天雨露映时新，国泰天开不老春。谢谢你，也谢谢力歌之星。接下来你们带来什么节目啊？首先由我为大家带来最新的作品。你为什么烦恼我，早知道会
乡的遥远，回忆在我的心底盘旋，我的脑海浮现，如何抚平内心烦躁不定的情绪。有一份思念激情于眼前，再次提醒我不能有改变。回忆在我的心底盘旋，我的脑海浮现，如何抚平内心烦躁不定的情绪。有一份思念激情于眼前，再次提醒我不能有改变。摄影棚不但来了许多的歌星之外呢，还来了一大堆动物。哎哎，现在我们了到了滚石动物园了。哎，真的我最喜欢动物了。不过
错，我们摄影棚的规矩是不应该让动物进来的，但是不知道他们怎么一只一只的都进来了，我们来问问他们好不好？现在过年嘛，所以情况特殊，这样才热闹啊，对不对？有道理，这样比较热闹嘛。好的，我们首先来看看滚石动物园的第一只动物，那就是李宗盛。李宗盛，你是滚石动物园的第一只动物、第一条狗。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因为我的生肖是属狗的，所以我非常喜欢狗啊。这下过年嘛，大家跟大家这个恭喜发财了。好，那我们叫他来跟我们恭喜发财一下。来来。哦，这恭喜发财。在我旁边的是黄韵玲。各位大家好，今天我带我们家的庞克狗来跟大家拜年，一定是只母的，对不对？对，我帮他梳跟我一样的头，这样。来这边跟大家拜年，祝各位新春愉快，万事如意。你的狗儿会不会拜年？会会会。好，来，还有这边的，来自我介绍一下。各位观众好，我是郑华娟。今年是兔年，所以我特别带一只兔子来向大家拜年。然后我告诉大家，我也是属兔的，希望大家兔年愉快。那这只兔子的名字叫汤红，汤红，它被弄去。好，来，再来吧。这只猫猫叫丁丁。我属老鼠，其实很怕猫咪，不过这猫呢，今天要快安抚它一下。心情不太好的样子哦。凶啊！很骄傲的猫咪，没你那么凶了。周华健，你好，你好，周华健。这个他这只猫非常漂亮，是这个暹罗猫，是是，泰国来的啊，泰国来的，叫什么名字？他叫咪咪，咪咪。对，他要跟大家拜个年，会拜年，来来来，咪咪咪咪咪。他说那个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咪咪咪咪，意思就是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谢谢谢谢。今年是兔年，我最喜欢兔子了。尤其是小白兔，你呢？康红，你喜欢什么兔啊？废话，我兔宝宝会不喜欢兔子吗？我想你大概只喜欢你自己那只兔子。哎，你讲话客气，你真把我当成兔子啊？哎，我告诉你，我喜欢什么兔子？好，哎，我喜欢这个，快点！我喜欢那个兔兔兔。什么兔嘛？你到底说？我比这样你还看不出来，兔女郎嘛。哎，你呢，黄西田？你喜欢什么？什么样的兔？我喝酒最喜欢兔，我说的那个兔不是你那个兔，什么兔？是兔子的兔。哦，对啊，就是因为喝酒配那个三杯兔，所以才会吐那么厉害啊，一个晚上啊。我拿你们两个一点办法都没有。不是小朋友喜欢吃嘛，没那你是说什么？我是说一般人都喜欢月宫里的玉兔，就是小白兔。那个我喜欢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林之星的表演，兔子舞。精彩，非常可爱。这个不错，这个很累。对，这个歌林之星啊，知道今年是兔年，特别装扮成兔子，这个带来这段兔子舞，很可爱。先跟各位拜个年，好吧？来，请请请，来来拜个年。歌林之星，祝大家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什么？后面还那个什么东西啊？这个叫做兔子尾巴。那你比较清楚。对，还好露兔子尾巴，不要露出狐狸尾巴就好了。好吧。那么接着下来，林慧萍，要再表演什么？我们一起为大家表演一个剧。什么剧？歌林之星新春大招考。好，让我们一块欣赏歌林之星的演出。真的才艺训练班，我来应征。应征啊？对。表演一下。现在表演了。当然现在表演，我怎么晓得你会？
呢，还没跳完呢。可以了。我一段都很长的呢，这样可以了。是可以了。啊，好，没有问题。学多久了？我6岁开始，到现在20多年哦。你在哇你哟？跟哪位老师学的？老师啊，我祖父教给我爸爸，我爸爸教给我。世家。哎，对，三代都一样，都是从事这个。好了，跳过哪些场地吗？跳过哪些场地哦？我台湾全程都跑过呢，台中、高雄、他们花莲、台东啊什么。有经验。哦，经验丰富哎。马上安排你帮金瑞瑶伴舞。这是换一个人。还要挑人呢、啊？对啊，可是你帮哪些大牌办过啊？哎，这你就不知道了。我跳过都有牌，而且还有像哦。这样子、哦。对啊，都有牌的、啊。对啊，都有牌，而且还有那种金身，你知道吗？是，帮哪些牌跳过？土地公啊，关帝爷啊，然后妈祖啊，然后扑朔迷离呢。你到底是做什么的、啊？哎，我刚不是跳给你看的吗？我挡敌啊。好，你都来这里了。对啊。也很好，有基础，可以训练，可以训练，在旁边。在旁边的意思就是，可以。还没有录取啦，这么快？当歌星哎。好了。搞不清楚状况，下一个。下一个。挺神秘的。非常期待。你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啊？黄明珠，叫黄明珠，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来招艺训练班的。他来应征的啦。我不会自己跟他讲啊。会表演什么？我什么都会。什么都会，表演一下。哎，老板，哈，这个好，很幸福，这个好，这个留下来，这个好的。因为现在呀，多才多艺。艺人嘛，很舒服，再捏一下，再捏一下。啊，这个先站旁边。站旁边，下一个，下一个，站我旁边。下一个。这是干什么的？打鼓的，一定是打鼓的。你看我像打鼓的吗？我看不怎么像。不过像什么？要问他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名字？穆杰西。我要你讲啊。对。什么名字？穆杰西。把他打烂，再多讲几遍。名字不错，会什么？会啊，这样不像打鼓哎，不太像。怎么会不像呢？那像什么？像什么？你看我像打鼓吗？好像哦，像，好像哦，录取了吗？好像，来站这边，来，谢谢老板。站旁边，好凶。还有人吗？不晓得还有没有人呢？下一个。好像我师弟啊，这个走路都要这样子，比较性格，你知道吗？这只脚还会抖。弹吉他。对，弹吉他，一定的。以前有没有在哪里表演过？什么？基隆的什么庙口啦？庙口公园啊。看过他，见过他。见过他。同行。有没有？和声啊，他我的和声。太像了，奇怪。是，还不错啦，还不错。家伙们带来。干什么？只会弹吉他，不会唱歌了，也没关系的，安排一下。应该可以用。安排一下。不是弹吉他啦。你是干什么？在基隆庙口跟他一起要饭的。要饭的时候。他认错人了。认错人了。不过没有关系，我看他那样子挺性格的。什么名字啊？杨璇，哎呀，乞丐名字取得还不错。站旁边。老板，我声音都哑了，帮你喊这样，声音都哑了。这么容易就声音哑，当什么歌星啊？还有人这样。好了，下一个。这看起来很神秘耶。我命苗窝头，干什么的？找什么？用讲的，我怎么晓得？你要用唱的，用唱的，用唱的。就唱太多，你最标准，只有他是表演唱歌的，你录取了，就他录取啊？录取什么？这个太不公平了吧？你不是来专门歌星的？老板啊，他收破烂的啦。这些
我送走，是吧？不要送。哎，客气一点。哎，老板，你看，你看。哎呦，你看看，啊，这么大的人，这么老的人，出来当哥。你站好。啊，出来当哥。头发都快掉光了。好笑。这样的人都来应征歌星。对呀，真好笑。你不要打。你是谁啊？还问我是谁？你要不要当歌星啊你？啊！我是这里的老板嘞。真的。第一个就来了，你一定要录取我。老板，我还有，那你，那你看你干啥？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新人真的是很多啊，一个月大概都有50多个新人出唱片，尤其是今年。今年啊？啊，今年好像听说有58位，好像是真的。对呀、啊，哦，尤其是今年，真的，嗯。哎，我看这个年呢、啊，不如不过的好。为什么？我知道了，因为他又老一岁。不要叫我老，真的、啊，叫我多一岁可以。没关系啊，康叔叔，哎，我送给你一个熨斗就好了。送我熨斗干什么？给你这个熨皱纹。哦，给我烫平是不是？对对，这里用熨的。什么？我拜托，我告诉你，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会更伤心。什么？听说这些新人平均年龄啊，好像都是50几年次的，只不过比我大一点点而已。哦，这样年轻哦。哎，这个话你要讲清楚，50几年次的比你大一点点。嗯。那么你是几年次的？嗯，我50几年次的嘛。啊，对对对对，哎，银霞姐姐啊，我们刚好是同年呢。我现在终于发现世界上还有一个比我脸皮还厚的人。什么？我还少你2个月嘞。好了，人家是卖老、啊，你们两个不要在这边卖小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过接着节目呢，我想大概你会非常的喜欢。哦、啊，对对对对，这个会使你青春一点。对，这个节目是专程为你康叔叔演的。哦，为我而设计的。对对好了，别闹了，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些新人为我们做的表演。Echo 小姐演唱的是《一根蜡烛》。蜡烛要静静是点燃出来的光，个体的生命只是宇宙间的小点，是它所点燃出来的光芒，需要自己发亮，我朝这世界美演唱的是没有什么不好。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偶尔会有一点寂寥，看看书吧，装作逍遥，空闲时间慢慢发发飙。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是偶尔会有一点烦恼，吹吹口哨把它忘掉，其实都是自己寻找。我也曾渴望的入感情的世界，找个人与我共享许多个明天。到现在依然不知什么不好，
请记得再为各位介绍是杨丽珍小姐，演唱的是想要忘了你。唱的是《徘徊路桥上》。老师的节目又在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要跟您说，说什么？晚安。那么快啊？嗯。过年呢、啊，你们就外行，过年没有人说晚安，不睡觉的。你不睡，我睡啊，我要睡了。你还要睡啊？嗯，那你要去哪里呢？现在还不到12点，我跟你讲。我等一下还很忙哎。你要做什么？那晚上12点你还能做什么？还要做功课。游泳啊？什么游泳？运动，桌上游泳啦、我跟你讲，还没有那个游泳之前呢，我考虑到这个过年的小朋友最开心、这个年糕吃多了，这个不容易消化。你以为每个人跟你一样那么爱吃啊？你在讲我？我不讲你。那么今天呢，节目里面我们很难得特别邀请到戴老师了。做什么？夜间运动吗？对对对。好睡好睡。真的要做那个那个耶，那个跟那个不一样了。我们。欢迎戴老师给我们来这一段带动唱，来，夜间运动，来，1、2、3、4、带动唱，来，我们牵手啊，表示我们大团圆啊，大团圆，欢后最后，好嘞，3、4，脚跟脚尖，脚跟跳，脚跟脚尖，脚跟跳，全运动，哎，好，电视机观众一起来哦，好，开始，1、2，后足深中一岁足。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呀，很好，好，给减肥的再来，脚跟脚尖脚跟跳，脚跟脚尖脚跟跳，脚跟脚尖脚跟跳。
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要睡着了，一二再来，脚跟脚尖脚跟跳，脚跟脚尖全运动，再来，脚跟脚尖脚跟跳，脚跟脚尖向观众恭喜恭喜，哎，好，再来，冬天的冬天的有没有？哎，来来来来，冬天的冬天的，哎，云霞一起来，冬天的啊，开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划船孤舟蓑笠翁，钓鱼独钓寒江雪，来，脚跟脚尖脚跟跳，脚跟脚尖脚很好。脚跟跳，脚跟脚尖，一、二，双手举起来，哎 ，everybody 来来开始啊！我练一句，大家跟我练一句啊！